下面的动作是单边，首先重心不变，右脚内扣90度，双手放松平抹于胸前，转腰45度方向，两手往外散出，右手勾，左手翻掌，然后提左脚往左侧前方跨出，弓步打开双臂撇脚，这个动作就是单边的动作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，脚步一定要扣实，不要这样扣，再回来身体就摇摆了，一定要实扣，膝盖对着脚尖，也不要先膝盖转再脚尖扣，这都不对，要同步与腰胯一起过来。做完这个弓步以后呢，一定要撇脚，正方向弓步，两个脚不要站在同一条线上，要打开，这就是单边的步伐。这个手的动作呢，首先放松了，平抹于胸前，收回来，时候要沉肩坠肘，转腰同时出去，千万不要抬肘抬肩，这样就不对了。还有的拳友是这样，这样也是不对的，一定要平抹。眼睛要顾及你的手，手到哪里，眼到哪里。然后勾手翻掌，掌呢不要这样横着，要斜着，然后随着身体左转，两手呢同时到中间向两侧打开，打开的角度是135度，135度，不要太窄也不要太开了，左手随走随翻，随走随翻，这样随走随翻。两个手配合好，打开，随走随翻，左手在左胸前，右手再斜45度，勾手沉肩坠肘，不要太直也不要太弯，自然伸直，这就是单边。再看我完整的做一遍，一三，你这个勾手一定要勾好，掩饰前方，你这个脚的动作再过来一点，不要太宽，身体转正一点，这个手放在胸前与肩高，掩饰前方，你再做一遍这个动作，从按开始。好，一，扣脚不对了，脚扣实，好，转腰胯，勾手翻掌，左脚先跨出，弓步，转腰撇脚。好，接着我们坐下去，提手上势，首先左脚内扣15度，左手变掌
提脚，往前迈出，同时右手下沉，前送，呈虚步。这个动作呢，就叫提手上势。首先看一看这个脚的动作，从左弓步开始，重心不变，内扣15度。在扣的时候啊，不要后坐，不要往后坐，十扣，也不要扣多，扣15度。注意身体不要起伏，要平衡。提右脚，往前迈出，脚跟着地，脚尖微翘，膝盖弯曲，身体要稍斜，不要正，稍斜，落胯，这就是腿的动作。手的动作呢，从正方向开始，一，右手就变掌了，然后手下落，手下落的时候要注意，不是手下来，而是以肩带肘，以肘带手，下沉于左胯前，然后提起，这就是提手，提至胸前，往前送出，这就是上势，这就是提手上势。左手要在右肘的旁边，手型斜向上，这个动作是个合劲，这是个提起合劲的动作。再来仔细看一遍，单边，一、二、三，提手上势，这个手的动作要坐腕，不要直的。这个脚呢要微翘，膝盖弯曲，落胯，左手斜向上，肩要有前后，掩饰前方。下面的动作是白鹤亮翅。首先重心不变，起右脚，右手下落，然后两手相合于胸前，手掌对手掌，然后呢，二，脚跟着地，原地脚尖60度呈弓步，身体从正方向转移到了斜的方向，然后继续转腰，提左脚，两手打开，右手上捧，左手下踩，成为一个右虚步。这个动作呢，和提手上势步伐有相似之处。提手上势的是个虚步，但是呢，以脚尖微翘。这个动作呢，脚跟抬起，脚尖点地，也是一个虚步。首先看一下我的步伐，一，起脚，不要太高；二，落脚，脚尖60度，弓步转腰，身体朝向是斜的；三，提左脚，然后慢慢转腰，同步完成，脚尖到位，身体也到位，这就是白鹤亮翅的步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手的动作，两个手呢自然的相合，提到胸前，不要这样，要交叉，不要夹肩，不要这样，要有这样一个弧形，松肩坠肘，然后转腰胯的同时，右手上，左手下，白鹤亮翅。右手呢，随着身体的转动，手臂臂外旋，左手随着身体的转动往下撩去，这个动作千万不要手臂这样，不是放上去的，
而是转腰往上撩去，右手掌在右额的前上方，不要太低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不能这样，稍微高一点，沉肩坠肘，不要翘肘，坐腕在胯旁，不要平，也不要在后面，手应该在前面，松，坐腕，整体动作来看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这个手放在胯旁，脚再过来一点，右手放在额前，要注意胯，眼视前方，脖搂膝凹步，重心不变，坐腿转腰，右手沉肩坠肘下落，左手平带往左往右提，左脚上步，脚跟落地，弓步，左搂膝，右推掌。这个动作呢叫左搂膝凹步，又从虚步回到了弓步。再看一下我的步伐，首先要坐腿转腰，然后出脚跟落地，弓步踏实，撇脚，就这样一个弓步的动作，又回到了以前弓步的动作。手的动作呢比较复杂，首先右手翻掌，沉肩坠肘下落弧形，左手呢平带到胸前，然后右手上摆，同时左手下压，然后搂膝推掌，这是一个搂膝搂膝的动作，搂膝要搂在膝盖前，不要这样，这就不对了，一定要在膝盖前，也不要太高，搂膝。推掌呢，左手回到后面折叠转腰推掌，不要从外面推过来，那就不对了，一定要回去了以后45度，首先是折叠，然后是转腰，腰把这个手带到前面，然后是直的往前推出去，坐腕，手的位置是从胸前推出去的，不要在身体的外面，要在胸前。再来看我做一遍这个动作，一，坐腿转腰，二，三，搂膝，搂膝凹步，这个掌向前，身体要正，但不能太直，眼向前看，身体不要太直，稍微向前，但前俯就不好了，要含胸拔背，背不要太凹，尽力要由脚而腰而手向前推出去。弓步要做到位，眼视前方。下面这个动作呢叫手挥琵琶，首先提右脚上半步，这是一个根步，然后右手放松，坐腿转腰，右手翻掌下，左手上，
提左脚，同时完成整个动作。虚步，这个动作呢叫手挥琵琶。手挥琵琶的动作和提手上势不太一样。首先看一下脚，脚的动作，这是一个根部，提脚跟，上半步，坐腿，转腰，提左脚，左脚脚跟落地，脚尖微翘，这是一个步伐，这是一个根部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学的。身体千万不要起伏，不要起来落下，起来落下，不行，一定要平稳上根部。坐腿转腰，提左脚，落脚跟，松胯，这就是步行。然后是这个手的动作，右手放松，翻掌，弧形下落，转腰，左手呢弧形上提，然后沉，就到位了。这个动作是沉浸，是往下沉的感觉。刚才提手上势是一个合劲，合横捋挤按，捋呢是一个侧劲，往侧的。这三个动作看来相似，但是并不一样。这个动作是沉劲，右手要稍扬，坐腕。再来看我做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你这个手要坐腕，不要散得太开。对，这个手呢要做到沉肩坠肘，落胯，膝盖重脚尖，脚尖微翘。接下来的动作先是左搂膝凹步，这个动作以前已经做过了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、脚落地，三、弓步搂膝推掌，和以前完全一样。下面的动作呢是右搂膝凹步，首先一、左脚尖外摆，左手心向上翻，二、转腰，手到后面，脚到前面，三、弓步右手搂膝，左手推掌，呈右弓步。现在这个动作是右手搂膝了，前面呢是左手搂膝，步行、步伐、动作过程都是一样，但是呢就是脚的转换动作不一样。首先一、脚尖外摆，以脚跟为轴外摆，千万不要后坐外摆，那就错了，一定要十脚转。一、手掌同时翻，二呢转腰跟着上步，从后面笔直上，脚跟落地，弓步撇脚，这个就是右搂膝的步伐。这个手的动作呢要配合，一、二、45度的方向，三、搂膝推掌，注意搂膝的时候肘不要翘，要沉肩坠肘，坐腕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动作的上下相随。再看一下，一、二、手到后面，脚到前面，三、弓步搂膝
推掌。下面的动作还是左搂膝奥步，重复的，一、二，手到后面，脚到前面，三，搂膝推掌。接下来还是重复的，手挥琵琶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个左搂膝奥步，一、二、三。下面是个新动作，叫进步斑斓锤，看一下。首先，左脚外摆，左手翻掌，一、二、三，扳斜的方向去，一、二、三，马步击拳。这个动作呢叫进步斑斓锤，它呢由三个动作组成，一是扳，二是拦，三是锤。身体转向左侧，同时右手握拳，往右斜角方发出扳，然后转腰抽拳，上步拦，三弓步击拳抽掌。这个斑斓锤定式的动作很标准，你再来做一下这个动作，从头开始。首先外摆翻掌，这样，对了，进步扳握拳出去45度斜的方向，扳拦看着前方，你这个拳就不对，不要往上，应该是平的，这样。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动作，扳的时候一定要转，看到吗？这个手腰胯手脚要配合，要配合好，然后呢脚出去的同时右手同时握拳扳，记住扳出去的时候这个手不要太平，不能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沉肩坠肘。这个力点呢，比如你这个拳在这里，我这个扳这样扳下去，我不能够这样平搓过去，你的拳在这里，我的拳这样过去扳，然后呢拦，拦这个动作要转腰，脚要出去，对，锤，你这个锤击来，从这里跨步转转转到这个地方，你刚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一抽，这个手往上去了，那就不对了，打胸前斑斓锤，就这样。眼睛一定要看着前方，首先扳看这个方向，然后拦就看前方，你不能这样，眼看前方然后锤，马步击拳，明白了吗？如风似壁，首先左手翻掌到右手下，然后翻掌同时坐腿转腰，打开双臂松腰胯，然后弓步转腰回正，双手向前按出坐腕，这个动作就叫如风似壁。首先看一下这个步伐，
从胫骨斑兰锤的弓步开始，不要移动，就是坐腿转腰松腰胯，然后再做弓步，坐腿转腰松腰胯，然后弓步向前到位，主要还是在这个手上如风似地。首先它是一个穿掌，穿到肘的下面，然后右手变掌的同时翻掌往里收，自然的打开，边打开边回收，打开也不能太大，但也不能太窄。这个动作和以前的按不一样，以前的棚捋挤按的按呢是以按为主，以前的按它是坐腿转腰，这个手回收到胸前，然后弓步向前按，而这个动作呢以开为主，然后合，它是个开合的动作。所以呢我们这个动作不能把手的动作回抽很多，是有弧形打开，然后做完，它先是开，然后是合。往往做的动作看起来是往回抽了，其实是坐腿。这个手呢，一插，二翻掌回抽，慢慢的打开。对了，然后按出。腰胯呢稍转，一二，大家看，千万不要一前一后，基本上是这样，但身体是斜的，然后坐腿一合推出，要一气呵成。再看一下，一二三，这个手要这样稍侧，再来做一下斑兰锤，一穿掌，手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对，穿掌，坐腿转腰打开双手，二弓步按出，再来一遍，顺一点，腰胯一抽就松转，一抽就松转，打开，这手不要回抽很多，稍多了一点就是抽，这样你看，这个手完全是腰腿在动，手没有动很多，不动也不行，动得太多也不行，微微的打开按去，再做一下，一二，好，够了，弓步按出，眼睛往前看，首先重心不变，扣脚，然后两手平移至额前上方，然后慢慢打开双臂，沉肩坠肘，以肩带肘，以肘带腕，然后呢慢慢的提起右脚，回收，脚掌落地，同时两手臂下抄，身体微微站起，同时左脚尖微翘，这个动作就叫十字手。这个脚的步伐一定要看清楚了，这两腿是直的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下脚的动作，弓步，重心不变，扣脚九十度，扣脚九十度，千万不要不到位。有很多拳友在练的时候不在乎，一定要在乎这个动作，
一要扣到位，二呢慢慢地提起右脚，回收，脚掌落地，重心慢慢移向右脚的同时，身体慢慢站起来，然后左脚尖微翘。这是我们脚的动作，特别要注意这个脚。有一个像跷跷板的动作，要有一个轻灵的感觉。这个左脚掌落地，重心慢慢地移向右脚，左脚尖抬起，非常的轻灵。特别要注意，这个十字手的动作呢，只不过是第一段的段落的结束，而不是整套太极的结束。它是个过渡，所谓太极，就是虚实阴阳要分清。所以我们这个右脚是实的，左脚是虚的，要分清楚。很多人这个动作都站直了，那就不对了，蹲着也不对。上来是一个段落，但是不能完全的双重，要左脚微屈，这是一种步法。站回来的时候，开裆步要和肩宽，不能太窄，也不要太宽。手的动作从推掌开始，两手呢平移，但是稍微略高往上，手指都是斜的往上，不要平的，更不要往外。注意，一定要这样，要超过你的额头，千万不要下到这个地方来，这就不对了。承肩坠肘，然后呢慢慢的要以肩领肘，以肘领腕下来。而不是这样掉下来的，沉的。然后呢到了中间位置的时候，上手臂微微的动，小手臂下垂，转手腕往下抄起，这样又是一个弧形，然后一合往前送去。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这个手不要夹肩，不要夹肩，肩夹上去就不对了，松。特别注意，上面这里是个圆，到了这里还是个圆，到了下面平滑的立体的都是个圆，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一个立体的圆，而不是单纯的平面的圆。很多人就是这样画弧而不注重这个立体感。太极始终是个圆，这个手呢特别注意，往下按了以后呢，到了这里以后则要转手腕往下抄，在这个时候要理屈团，往上捧，往前送。这个不是个平面的，它是交叉了以后往上斜上，是这样的感觉。不要太多，要适当，不要在这个地方，左手在里面。再看我练一遍这个动作，一扣脚，二三好，这个动作要正视前方，这个手稍高一点，手指不要太屈，要这样。把肩松下来，脚尖很好。你再来做一次，从按开始，左弓步按，这样左弓步按，好，预备，一，扣，停，等一下，再做一遍。弓步，
工部到位，扣脚，这双手不是与眼睛平，要高一点，但高不等于纵肩，虽然高但仍然是松肩垂肘，你不能高了纵肩就不对，高再高一点，肩肘还是松的，白鹤亮翅的动作就是高，高了还是松肩，你这个动作再来一遍，扣脚，二，三，脚尖微翘，好，这手指这样，停，放下。做这个动作呢，特别要注意手型，手型不要这样，手指也不要这样翘，要这样，有一种往前送的感觉，是往前送的感觉，也不是说平的，这个呢就是十字手，十字手是我们第一段的结束，第一段是我们整套太极拳的基础，后面很多动作都是重复的。下面我们开始练习杨氏太极拳的第二段，首先我们从十字手开始，下面的这个动作叫抱虎归山，一，重心左移，左脚内扣，二，左手弧形下落上提，右手下，右脚向后四十五度跨出，搂腰推掌，然后是捋挤，按，这个动作就叫抱虎归山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脚的动作，重心呢从右脚慢慢的左移的同时，左脚尖内扣，然后起右脚往侧后方迈出，脚跟着地，脚尖四十五度，然后成右弓步，一定要注意做完以后这个脚要撇脚，就是脚跟往后蹬转，然后呢就是坐腿弓步，这个动作就是这样，这是抱虎归山的步型。手型的动作呢，一，左手自然的下垂，沉肩坠肘，右手暂时不动，二，左手呢往斜下再往斜上，右手往下压，接着就是搂腰推掌往后四十五度的方向，这个动作很像搂膝奥步，但是搂膝奥步比较低，在膝盖前，这个动作呢比较高，往外差不多腰的位置，所以呢，一，左手下上，然后右手下推掌，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捋脊按，我们以前练过了揽雀尾的捋脊按，大家要注意手和脚的配合，一坐腿手就开始捋，千万不要先动手
再做腿，也不要先做腿再动手，都不对。还有手的动作千万不要去兜一个圈啊，没有这个动作，就是自然的做腿履带，然后接着是挤。按，请再看我整体练习一遍。一、二、三，捋。下面的动作呢是肘底看锤，首先看我演练一遍，重心不变，右脚内扣，两手平抹于胸前，弧形，然后推掌正方向，翻左掌，提左脚，往左后侧跨出，脚跟着地，然后转腰，两手摆正于前方，根部脚尖落地，坐腿，左手下弧形上提，右手握拳翻掌。这个动作呢叫肘底看锤，顾名思义，肘底有个锤，意思呢在这个锤上，非常重要的这个锤。这个步伐的范围呢很大，开始从斜的45度一直到正方向。它有两组动作组成，第一组动作呢是从弓步到单边的前部分，重心不变，扣脚，从斜的扣到斜的方向，然后转腰带回，重心不变，慢慢地提起左脚，左脚跨到左后侧，左脚一定要过右脚，不能放在这里，不能放在一条直线上，一定要在后侧，然后弓步转腰的同时呢，右脚自然调整，然后根部上半部脚掌落地，坐腿，转腰，提左脚，然后脚跟落地，脚尖微翘。这个动作呢是一个步法的动作，是虚步。这就是这招的步型。手的动作呢从按开始，前边的一个部分是单边的一半动作，所以和单边的动作完全一致，也是放松了以后平抹与胸前，然后再转腰回正方向偏左，正方向偏左，然后左手翻掌，左手是横掌横，右手是立掌按，然后平带到正方向，同时左手翻掌往下弧形下落，上提的同时右手变拳下落于肘底，左手翻掌与正前方胸前。做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夹肩，不要挺胸，这样就不对，要含胸，不要夹肩，要松胯，手呢在肘底的这个位置。整个动作我再来演练一遍，从按开始，第一部分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部分，一、
二。三，手要坐稳，这个拳呢要在肘的下面，要注意含胸拔背，不要夹肩，眼看正前方，左腕，这个脚尖微翘，要微翘，膝盖微曲，非常好。下面的动作叫倒捻猴，一共五组。首先，一，右手后展，自然弧形上提；二，侧步，右手折叠，左手下落，同时坐腿转腰，回抽。这是一个推掌，这是一个抽掌。一，右手要放松。二，侧步，左手折叠，三，推掌抽手，随走随翻的同时转腰，脚尖内收。一，二，三，抽掌推掌。一，左手后摆斜45度，右手放松。二，侧步，左手折叠，右手下按，同时坐腿转腰，右手回抽，左手前按。一，二，三，这个动作呢叫倒捻猴。我们第一次做侧步，这是一个侧步的动作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步的动作。脚的动作呢，首先要注意不要晃，慢慢地提起左脚，往后侧的斜的方向往后，不要交叉，也不要太斜，自然斜。然后脚掌落地，脚跟回收，坐腿转腰，转腰的同时右脚尖内收，以脚跟为轴内收，成为一个左虚步，脚尖微翘，膝盖微曲。然后一，脚掌落地；二，脚跟内收；三，坐腿转腰收左脚。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。这就是后侧的步伐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两个脚不要站在一条线上，一定要有一个距离。后侧，然后收脚跟，脚掌落地收脚跟，转腰，脚尖内收。做完以后，你看两个脚之间有一个距离，一定要清楚。一，自然的提起，后侧，不要这样提，没有这样的动作，就直接后侧，转腰胯，这就是我们的步伐。在做这个步伐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前面的这个脚是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内收，脚尖微翘，膝盖微曲。后面的这个侧步的动作呢，是脚掌落地，大家要注意。
这个手的动作特别要注意，从肘底锤开始，后转，这个动作手自然的下落，然后上挑，同时左手要放松，这就是重复到位。一、二，右手折叠，横的折叠，不是这样折叠，是你的手的侧面的折叠。折叠的同时，左手下落，转腰，右手推掌，左手呢，随走随翻，随走随翻，推出。左手落在胯旁，不要贴着，稍微在胯的位置上面，不要太高，要适中，这样适中。这个抽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一下子就翻过来然后抽，一定要放松下沉，边走边翻，边走边翻，抽到胯旁。再看一遍右边的动作，一，左手挑上去，同时右手放松，二，折叠，同时右手下落，转腰，右手抽，左手推掌，这就是整个动作，就是左右重复五次。再看我练习一遍，这个手型一定要注意，右手呢往前一点，这个脚尖一定要翘起来，微翘，前面微屈，眼视正前方。下面的动作是斜飞式，一，两手合于胸前，双臂交叉，同时提右脚，二，往后侧跨出，脚尖要正，三，弓步扣脚，转腰打开双臂。这个动作呢就叫做斜飞式。为什么叫斜飞式呢？它就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是五度斜向上，而且它又是一个斜角，从这点到这点斜的，而不是直向上，这要搞清楚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步动作，一，要提脚，自然的身体不要起伏，二，脚往后前方跨出，注意是脚往后前方跨出，然后弓步的同时转腰，转腰的同时扣脚，这个动作是扣脚，记住这个动作在后面，这个脚是要扣脚，和以前的动作不一样，以前基本上都是要撇脚来调整，但这个动作呢因为跨度比较大，锁胯太大了，所以需要扣脚，把这个劲
贯穿上去。这个动作结束以后呢，是个右弓步，前面脚尖正方向，后面脚尖斜方向45度。再看我做一下手的动作，从这里开始，也就是倒捻猴的最后一个动作，首先两个手一合，自然的，左手呢有一个自然的弧形，不需要很大，不要很大，自然一合，自然一合交叉，不是手心对手心，是手臂交叉，位于中间，含胸拔背，不要夹肩。二呢，手的动作慢慢打开，右手是裂，右手是裂，左手是踩，踩呢不要踩到身体的后面，在身体的旁边，右手呢放在胸前，你看在下巴的下面就行了，斜飞。对了，这个手心是45度向上，不是直的，也不是平的。好，再看我演练一遍。下面的动作是提手上势，这个动作和以前的过程基本一样，就是接口不一样。首先左脚呢根部，同时右手放松下沉，然后提手，和以前的完全一样。这个动作接口就不一样，以前呢是单边扣脚提手上势，现在的这个动作呢，这个脚已经在前面了，所以呢需要的是根部，根部上半部以后，脚掌落地，坐腿右脚提起，稍向前迈出，脚尖微翘，膝盖微曲。这个手的动作呢，左手基本不动，右手慢慢的翻掌下落，注意肩带肘，肘带手，然后一起提手向前。再看我练习一遍。白鹤亮翅，跟以前的完全一样。然后是左搂膝傲步，从搂膝傲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这个动作是往下插掌的动作，叫海底针。首先看一下步伐，这个步伐动作和以前手挥琵琶差不多，也是根部，仔细看，一、二，要微提转腰，三，落脚了以后往下蹲插掌，
再看一遍这个脚的动作，一转腰提脚，二三插掌。注意蹲下去的时候千万不要低头猫腰，这个腰不要冒上来，不要这样，要往下，不要头往下看，眼是斜前下方，斜前下方。这个手的动作再看一下，从搂膝开始，它有三个手腕的动作，一定要看清楚了。第一，右手自然下落了以后，提腕在太阳穴的旁边，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，同时要转腰提腕。二，一转腰以后就要撇掌，力点移到下面撇下去，到了下面以后插掌，肩腕手插掌。左手的动作呢，从胯旁一直自然的斜坡往上提，以后呢再往下按，然后搂膝回圆。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下，整体的再看一遍。你的眼睛要看这里，这个手要插掌往下，再往前一点，膝盖对脚尖，看着前方，一定要落胯。